汉语绘画301句，汉语绘画301句。第八课，现在几点？一，句子37，现在几点？38，现在7:25。39，你几点上课？40，差一刻8点去。41，我去吃饭。42，我们什么时候去？43，太早了。44，我也6:30起床。2，绘画。哎，玛丽，走吗？现在几点？现在7:25。你几点上课？8点。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差一刻8点去。现在你去教室吗？不去，我去吃饭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去。好，谢谢。明天去长城好吗？好，什么时候去？早上7点。太早了，7:30吧。你几点起床？6:30。你呢？我也6:30起床。啊。现在几点？现在7:25。你几点上课？8点。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差一刻8点去。现在你去教室吗？不去，我。明天去长城好吗？好，什么时候去？早上7点。太早了，7:30吧。你几点起床？6:30。你呢？我也6:30起床。生词：现在、现在。分差，差课，课吃。饭，时候，时候，半，半，
起。起床，床，早上，早上，八，八。两，两，食堂，食堂，电影，电影，睡觉，睡觉，早饭，早饭，长城。长城，现在几点？现在7:25。10:15。3:45。11:35。12:10。2:30。8:01。5:03。5:20。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差一刻8:00去。来教室。2:00。来我的宿舍。4:00。去食堂。12:00。去上海。7月28。去日本。1月28。我去吃饭。我去买书。我去上课。我去听音乐。我去看电影。我去买东西。我去睡觉。
现在2:05，我去大卫宿舍看他。早上7:01吃早饭。6:05，8:15，8:01。10:30，10:30，1:50，差10分2:00。11:45，差1刻12:00。11:03。37，现在几点？38，现在7:25。39，你几点上课？40，差一刻8点去。41，我去吃饭。42，我们什么时候去？43，太早了。44，我也6:30起床。谢谢，再见。